哦，你要那一只下去陪他吗？这是什么？要不要下去陪他？哎，应该可以放下去了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对啊。小心哦。把它摆好。他有朋友了。然后他在外面看着。不要关门。他们是奇怪，他们不会动。啊，我帮他转个角度。啊，这样有养鱼的感觉吗？开心吗？喜欢吗？很可爱。要是它每天越来越大只，然后比你的手掌还大，你还会喜欢？这是无锅鱼呢？这是无锅鱼啊、哦！它可以养到跟你的。对，它之后，所以它之后会变得跟它变得一样大。跟你的手一样大，不是手掌哦，整只手。爸爸，这里到这里。可是我的手还会长大。它也还会长大、啊。我怎么大便了？啊？我怎么大便？还是被你吓到错赛、欸。拉了，不会太多。那挺大的。用剪植物的剪刀剪，放在油里拉，拉一下，真的拖着一个大便池，拉去，要帮他拉出来，有。妈，你看，哇，已经写好了哈、啊。我写字快。啊，你接在这个啦，啊，到时候我们清理会比较那个啦。或者是这里不会影响到观看它，你贴在这边啊。不会迷路、啊。怎么又变？刚刚不是只有一只热带鱼而已，现在又多了什么？这只是什么？我放的。对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哦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它也太多朋友了吧。一个小 baby。穿着衣服在游泳。我们每天帮他换水，用这个来换，啊、哦，用这个布丁盒来换，咬三个。那、啊、我们一天换一次就好了。然后我在舀水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刻度线，它水位会下降。鱼赶快吃。哦啊，到时候你的肚子会痛。到时候我们要补水的时候，就是一样加到这条线就好了。我把它加布置的漂漂亮亮的。然后鱼饲料，我们每天每一次就维持三颗在这边，啊，它有吃完我们再喂就好了。哦，每次都维持三颗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样子的话应该就可以活了啦。爸爸。那、啊、这个两个工程都被他移开了啊，是他自己推开的啊。对啊，我们再把它摆好，再把它哦，是移开没有倒了哈。